从场外，到场内全都人山人海，挤到动弹不得算正常。就在台北原乡花博开拓动漫季周五起展开，一连三天。因为我是从南部上来的，我是高雄人，然后这上来最主要是为了也就是套组的礼盒。因为里面包很多非常多的东西是我想要的，平常就蛮喜欢看动漫跟 VTuber， 所以会来这边。基本上我只是来买那个 3D 演唱会的票而已，因为其他刚刚就买过了，在别人那边。那烧纸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啊。兴奋全写在脸上，毕竟说的这个演唱会就是 coser 扮演的 Lucha Lucha 以及其他超红 VTuber 准备打破 2D 次元。它是一个可以用360度全视角，加上不管你是飞天还是遁地，你可以用各个的视角来去欣赏这个演唱会。那甚至可以去参观的前面的像是舞台，或是夏日的祭典，可以去游览。它是透过动捕的方式去表演的。那可是呢，过去在这个动捕的媒介上面，像事实上是通过2D 也通过荧幕的方式，可是这一次我们通过动捕跟 real time 即时的方式，是在一个 3D 世界里面。科技公司合作 ACG 工作室共创虚拟演出，更是全台首创，预售票询问度超高。用特殊的六自由度技术动态捕捉，这回让偶像走出网络影音平台，更为粉丝们打造专属的追星空间。 TVBS 新闻庄启源寻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